朋友们好，一场疫情改变了世界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改变了许许多多我们不曾想到的方方面面。更多的时候是给了我们很多时间去思考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健康。所以弹古筝呢，对我来说呢，更多就是活动手指，因为活动手指呀，据说对大脑很好，起码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症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试图呀用左手弹，用左手弹最简单的我们熟悉的曲子。大家能够听出来一点感觉不？您小时候唱过吗？您还记着吗？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与我同代时代的人来说，应该说对这首曲子很熟悉。我们小时候不仅唱，还跳，表演唱，表演。小鸟说，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小鸟说，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？我去上学校，天天不迟到，爱学习，爱劳动，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。每天弹琴、活动手指，就是老太太的功课。再复习一下，脑子里记得乐谱，看还能不能顺利的弹下来。今天再弹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活动手指。锻炼记忆，过去的事情当然能记住了。我过去真的是记忆力特别好的人，就现在回到祖国，见到大学同学，我们那个大班50多个人，我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能叫出来，而且还能把每一个人都能说出来一个，他们在大学时代的趣事。因为我当了4年的学习委员，我给他们收作业、发作业，所以我对大家的记忆特别清楚。但是现在呢，记忆力开始下降喽。谢谢您，谢谢朋友们的陪伴，让我们一起快乐相伴，共同成长。下次见。